我捌捌一个即个姊妹啊，已经出世的先烈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从出生就受洗，啊，就甲差不多即个六七年前啊，伊六十岁的时阵啦，确定着先。差不多六七年前，她六十岁的时候才得到圣灵。伊每一遍灵恩会啊，拢真拍命来祈祷。他每次灵恩会都非常努力祷告。是咱时间还袂到，主要说要修树一线年的时间还袂到。刚刚这个风，要吹伊就照这个风的意思来吹。但主耶稣给他圣灵的时间还没到，好像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。啊，有诶，无多朋友真进来，听着道理啊，感觉好啊，就有追求的心啊来头前祈祷啊，主要说修树一这个线。有些慕道朋友来教会听到啊，有追求的心来前面祷告，主耶稣就给他圣灵。这块的见证足多，这样的见证非常多。第一遍大家教会也得得到圣灵，第一次踏进教会就得到圣灵了。而且你讲得圣灵的这个经验嘛，这个亲像安尼风吹过，咱虽然看未到风，但是风吹过咱会当感觉。这里讲到得圣灵的情形，好像风吹过。虽然看不到风，但风吹过，我们感觉得到。后来吹过这个树啊，是吹过花，咱刚看到树啊是花，树叶啊是花的叮当。吹过树或花，可以看到树或花在摇动。所以咱得到圣灵的时候，咱祈祷啊，咱心骨嘛震动。所以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身体也会摇动，咱的指头嘛，这个转动，舌头也会转动，用这个根基音来祈祷。所以来祷告，虽然咱哩祈祷的时候，啊，得着圣灵，是受出咱圣灵，啊，咱感动，啊，咱就爱顺着这个圣灵的带领，啊，无阻挡这个根基音的这个祈祷方式。所以神若赐给我们圣灵，我们有选择音的方式，要顺着他的方向，不要阻止他。好，咱来这个祈祷的声，啊，咱都大声起来，让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声。啊，这个得到圣灵的好处，除了头拄啊所讲的这个，会当予咱将来啊要进入天国得这个基业的这个凭据以外，得圣灵的好处，除了将来要得天国凭据的基业的凭据以外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十到二七十遐嘛，你讲到得到圣灵的这个好处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讲到得圣灵的好处。底下你讲到，咱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。那你说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咱本唔知影安怎祈祷，我们本不知如何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光明出来叹息替咱祈祷。只是圣灵借着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因为鉴察人的心要知影圣灵的意思，因为鉴察人的心要知道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。信徒来祈求，因为圣灵是借着神的意思来替圣徒祈求，所以圣灵会当安帮助咱安尼来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咱来祈求，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向替我们祈求。